王者荣耀皮肤优化，干姜冰霜增加漩涡特效，云中君六元史诗令人期待。相信小伙伴们都知道，王者荣耀不少皮肤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进行优化，可能是因为年代太久日常优化，还有可能因为英雄优化之后皮肤相应的进行调整。现在赶紧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最近进行调整的干将莫邪，在干将最新的调整当中，对伤害机制进行了更新，更加考验干将玩家的命中率，增加了剑气效果。如果干将能够六剑全中，那么伤害会比原先高。也是在这个调整过后，干将的冰霜练武曲进行了一波优化，在双剑命中之后会有一个剑气效果，表现为一个蓝色漩涡，非常期待这个改动上线正式服。除了英雄调整之外，还有可能是官方大发慈悲决定优化某款皮肤，比如最近传说要升级为传说皮肤的龙骑士，以及游戏中首个六元史诗皮繁星银油，